好，要我是那喵喵串啦。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 Bordado 啦。那如果喜欢电影片，点个赞呢。订阅我是小伙的最新影片。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我们的这一支好了。使用昆虫类的武器时，增加30%的攻击速度，然后投射物贯通一个额外目标。但有一个敌人死亡时的话，释放出4只那个苍蝇，然后会造成一个10%远程伤害。对，然后警报最大生命值，最大生命值的修改减少一个35%。那我们今天拿个这把武器，然后我们就走吧 ，Let's go。然后这一个角色其实我打了还蛮多次，然后每次都打不赢，所以今天想尝试看看，如果是全走攻速再加上防御类型的话，看能不能打过吧，好不好？那我们走吧。OK， 那我们这边先拿点摔一次性好了。我们拿一点攻速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再刷新，再拿多一把武器，然后树木一下能被打死，刷多一次星，没有武器刷多一次星，哇都没有武器真假的。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拿一点范围，那我们苍蝇可能可以飞得比较远一点，那我们相对也比较安全一点应该。啊，没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血量很低，基本上是不能被打到。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外星神士，加最大生命值，加伤害，跟加敌人。我觉得我们先，其实可以拿拿看，可以试试看。那我们这边先拿一点运气，我觉得运气叠高也 OK 吧，对不对？我们这里刷一次星，拿到一把武器，再刷到一次星，锁一把武器。然后这边有一个异形虫，可以增加我们最大生命值，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Okay. 然后这边就是尽量不要被动到 ，OK， 尽量不要被动到，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我那个老毛病不要去爆发，然后气撞敌人，基本上什么都好说。哎，没问题。那我们这边伤害我觉得没什么作用，刷一次性生命截取可以拿一点，这边我们再拿更多攻速，我们先拿一把武器，加多一点我们血量，刷多一次性。害怕香肠打元素伤害好像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试试看啊。那我们就不叠远程伤害，我们就直接叠那个属性伤害好了，试试看好了。我还真没打过，因为我打过吗？其实有点忘了，好像是没，印象中是没。用元素伤害打这只角色，打一下我就要嘎了。该说幸好我有拿一点血量吗？没什么问题。OK， 好，那我们这边先拿一点元素伤害，那我们就可以拿害怕香肠。我们的伤害就会提高一个档次，然后这边一把武器我们先锁嘛，对不对？嗯，应该这样就好了，其他东西都不拿了，我们就不点那个远程伤害了，我们就直接点元素伤害好了。因为我们的苍蝇数量多嘛，照理来说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让他们点燃，所以我们可能连蛇都可以不用拿。就让我们的苍蝇去把我们全部点燃就好了，没什么问题。好，可以。那这一个镣铐，我觉得可以拿吧，速度其实不是我们目前主要要找的东西，所以还行，拿一点范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拿到一把武器，肥料我们拿起来，奇怪的幽灵我们可以拿，废血我们可以拿，因为我们的最大生命值减少是大概一个35%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要减3个生命值才会减一次，所以可以拿，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增加我们的香肠的那个伤害。哎呦呦呦呦呦！心里撒花，心里撒花，心里撒花。
每次看他这样杀，我很害怕。但幸好我们这一场我们有烧，所以会比较好打一点点。我希望到后期也能那么轻松就好了。我在打东方，我在打东方，不行，那边肯定要吃一颗，躲不了。咖啡我们肯定拿了，加攻速，然后加范围，加攻速，减一点生命截取，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加多点幸运值 ，sure。然后我们先拿一个废水 ，fighting spirit，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因为它有加元素伤害。这边一把武器我们先拿，刷的一次性。这边还有一个元素伤害，我们可以先锁着。减护甲加攻速要吗？可是我觉得不太值得，因为我们血量已经够低了，再减一下我们护甲，我们可能会很难活，所以还是算了吧。完了，我没看到蛋，我看到蛋 ，OK。我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蛋？有。上面有一颗蛋，烧掉啊！可以啦，感觉有烧，我们反而好打很多，这是真的。OK， 没什么问题，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胶带我们不太需要，我们再加更多攻速好不好？我看看哦，我们害怕强强现在是6×3啊，多一个的话是7×3，可以，慢慢把它合上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的话可以增加我们摄取范围为20%，然后也有加元素伤害，我觉得蛮适合我们，可以拿。这里没需要，这边有我们要的武器，先锁。哇，我们的苍蝇有点多。所以我觉得范围可以拉高一点，范围拉高一点应该会变得更有趣。哦，然后这边我们就慢慢打，没事。哟，别乱冲！我很害怕，我只有14滴血，这血量是真不多。OK， 没什么问题。这箱子不拿，这边我们再加更多攻速。这里我觉得加一点护甲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加最大生命值，加上一加护甲，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减伤害我觉得我们不太行，因为我们的害怕香肠其实也有刺伤害，所以 no。加伤害减一点范围，我觉得可以。主要是我们的害怕香肠伤害要高一点的话，我们也比较好做事情，对吧？那我们新手优惠券，其他东西应该不太需要，对吧？第九波就是随便打一打吧，应该挺轻松的过去。哎，第九波是量多，他们血量其实不是说很高，所以不太担心。哦，送个软的来人，哟，打掉，可以，他都能打掉了，那就没什么问题。先捡一捡素材，俩准备买。OK， 没什么问题。那这边有一个幸运附身物，就我们可以拿，暴力就不需要了。这边可以拿一点回避吗？我觉得可以，元素伤害当然。这个我们先拿起来，这里应该没有我们想要的，刷一次星。然后这边多一把武器，我们先拿起来嘛。
害怕香肠把它叠起来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我觉得50块应该够了，我们应该不用拿太多。Blanket 我们可以拿，加伤没有加生命值加回避，我觉得 OK 的。这个的话我就不太需要，加回避加收获减进站减远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起来。反正我们现在是靠元素在打伤害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有刷到那一个可以让那个燃烧触发的那个时间加快那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那我们伤害就会打得比较快一点点，一点点。感觉像苍蝇就这样乱飞，然后大家就一起嘎。送过去啊！那你们可以吗？可以吗？你们可以吗？我过不去。有，可以。我开铲你就被撞，害我看一下我血量。哎，没什么问题。那像宝宝我们可以去拿，这没关系。这炮塔我们也可以去拿，这也没关系。加多点伤害可以。加多点幸运值，我觉得可以。然后商店免费刷新一次，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回避肯定拿嘛，加元素伤害的软料箱，我们肯定说。这边还有增加我们的那个幸运跟元素伤害，我们也可以拿。那这样是增加我们最大生命值，捡起消耗品时有绝对爆炸，我们也可以拿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希望。我觉得木乃伊都可以清掉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哦哦哦！另外一个大问题，我忘记它的存在了。等等，OK，仙女撒花会是我们的问题。是，我有这个。如果说我要躲其他只，我又要躲这一个的话，就有点不太好躲。只是幸好说，就是我们的清怪速度算蛮快的，所以我还有那个空间去躲它。要不然平常的话，这里基本上我是等嘎，那个太扯了啦！不是说走技术好就能躲掉之类的，有时候是整个屏幕密密麻麻都是子弹，让你没地方躲。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回收，加多点的攻击速度，咖啡，诱饵，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加多点是那个，那只叫啥？加多一点一个温暖的男人，那我们就有更多的箱子可以拿。他能掉箱子，当然是最好的嘛，对不对？免费的道具你不拿吗？然后这里我们就，OK，没有那一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打游戏了。有仙女撒花，我就是要酷着打游戏了。这里一只，还有一只呢，好像哦，有看到它了，我看到它了，只是我过不去。哟，可以。那我们捡捡地上素材，我觉得这一把是因为那个苍蝇会乱飞，你知道吗？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地图都是材料，拿也拿不完。暴击日不需要，背包可以拿，皮革、背心、加护甲、三闪避肯定拿嘛，对不对？我们没有爆炸伤害，所以其实拿这个没有什么作用。这边我们再加多一点的护甲，我就 OK。然后我们再加多一点的伤害，虽然说会扣一点我们的攻速，加闪避、加收获，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加伤害减速度可以拿，还有一把武器，我们先拿起来。我们再刷新，加更多敌人，加更多伤害，我们也可以拿。急救包其实也可以拿，我们先锁一锁。可是也还好，我们不太需要。外星神士再拿多一个，走吧。啊，敌人越多的话，我们赚钱速度就越快，然后
我们的苍蝇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只要有一个敌人死的话，我们就会生出四只苍蝇，然后四只苍蝇再杀死四只敌人的话，我们的苍蝇就越来越多。No！你们看到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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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撒花！我给你们看到了，仙女撒花。不是，为什么这关突然间又有花？吓死我！躲这边，OK。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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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只要我不是贴在我们脸上的话，基本上就没事情。这个不一定，OK，可以。吓死我了！这里刷一次新，加更多攻速，Sure。然后这边我们先刷新，加更多元素伤害，我们可以拿。截取范围，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本我们再刷走一次性吧，加更多元素伤害。现在我们的烧是41×3，还算不错高。就让他们去烧就好了。哦，有王哎，但我并不觉得我能打死他。有点难。除非我可以一直跟在他身边，然后一直烧他。好像又可以，因为他第三阶段算是最好躲的阶段，所以我们可以待在旁边一直烧他，就应该就 OK 了吧？再见，OK，没问题。点材料，点材料。但是我们伤害变成二了嘞，为什么？没有，我星运加一趴伤害，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个不需要，加伤害没有多一把武器的话，就加6点攻击。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拿着，再加更多的回避吗？我觉得可以，我们回避50%了，算蛮不错的。惯性损失在哪？刷一次星。这边我们都不太需要，这边有一把武器，我们先拿起来。这边还有一把武器，我们再拿起来。我倒觉得这个可以拿诶，没有一个结构物就增加5点的伤害，然后没有一个结构物减一最大生命值。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反正我们结构没有说很多，也不会说很少，但还行，应该还行，走吧，减那一点点的血量而已，对不对？来，还要再除三，除三下来，我们被减的血量就比较少。只是我们总要补回来就有点难。我们先让我们的资源全部都在左半部就好了。我们先把右半部都吃掉。OK，那叠在那边。那我们等下之后过去拿会比较方便一点。来哪了？来哪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没什么问题啦，只是那个画面很乱而已嘛。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加更多生命值当然。这个我们拿起来，这个我们拿起来，小心。这里我觉得我们不要拿吧，我们再拿多一把武器，金属探测器，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再拿多一把武器。减20%的伤害，我就没有必要。这个我们可以拿，再拍一把武器，都锁都锁。哦，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二啊？我都已经扣成这样了，哎，伤害有关系吗？可能吧。所以其实叠伤害就可以了。
只要叠很高。哦，也是啦，100%一倍一乘一，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大概合理了。我大概要升到200的伤害才会变成3吧，大概。赚一次十七块，赚一次十七十七十掉十七血，什么十七块？我在说什么？吓死我了！他说，我好像有点注意到，他好像隐隐约约会有那一个蚊子在你耳边叫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咖啡，回收装置肯定啦，这不需要。加更多的攻速，这边我们合起来再拿走一把，算一次性。这边没有我们要的，算了一次性。这边有一把武器，当然啦。哎呀，武器都满了。我们接下来是可以的话，就加更多的攻击嘛，对不对？更多的伤害，更多血量，更多的防御之类的，应该就可以过了。哦，我今天竟然可以过了！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你们知道这一直觉得我卡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吧？打了好多次都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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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整个荧幕都是苍蝇，我还是不能被撞哎，被撞一下贼疼，我血量直接怕没的那一种。我突然间有点担心耶，还是我们再补点血量好了。我怕我等下力废，然后我又赢不了，我会哭死。那你们就看不到这部影片了。这个不拿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结局其实有点低。再说一次，打一点护甲我就 OK。我们现在补点护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或者补点血量，刷新。这个可以加多点血量，刷新。再加更多的血量，刷新。再刷新。哇，又耳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看看。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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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不要在我拿完那个奇怪的幽灵，你就出 boss 好不好？哇，我打好像没什么扣掉血的那种感觉，是我错觉吗？你扣点血好不好？有，他半血了，他半血了。哇哦，虽然说打的有点久，就是十秒了，十秒了，十秒了，你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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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贴着你打了，我贴着你打了，我贴着你打了，我贴着你打了。哇，差一秒！哇哇哇哇，我打他！我觉得这个可以拿诶，反正都最后几波了，拿这吧。蛇不太需要，这个也不太需要。来吧，加多点伤害，加更多的伤害。不要，算了。这边也没有我们要的，走吧。没什么问题，反正都最后第二波，道具是那个价格提高，应该也没什么关系的吧？那我们也可以加运气，加运气的话，我们也顺便加我们的那个伤害。诶，我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个字叫什么，对不起。哎呦！闭嘴！我闭嘴！我闭嘴！走吧，捡一点素材，准备最后一波。
哇，最后一秒我被打到了，哭了。一会儿可以拿一下吧。这个骑士也可以拿，帅气。加更多的护甲标，我们直接把我们闪避拉满。帅之星，没有我想要的，就算了一次。加更多再生，其实也没什么作用，算了一次。再来，再来，对朵墨造成伤害增加。这个也没什么作用，减5%敌人，可是可以加元素伤害，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哟，你来的太迟了，加多点护甲，走吧。我觉得这样我们都打不过的话，那我也没辙了。只是我要躲的东西会有点难看到而已嘛。哟，他东西很多。我该说幸好我把闪避点满嘛。然后我现在是酷字在打，有，他们进入下阶段了。他们进入下阶段也比较好过活，是这样讲吗？硬生生，哦，不能！我一放松我就被打。哎，没有你，哎呀，可以啦。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事情差不多先到此啊。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哦。然后订阅我是的我的最新影片。那我们拿到了这个叫 Shroom，当敌人死亡时还放出两只苍蝇，就跟我们现在的东西差不多。然后这一个的话是独特贯投射物贯通三个额外目标，然后加30爆炸范围，加30贯通伤害，不会高于基础伤害。那也太强了，等一下。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来，请大家收看啦，再见哦，拜拜。